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开始开会。今天上午的议程由县府社会处、政风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首先，请社会处陈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张副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各位媒体，大家早。那首先呢，容我在工作报告前先介绍我们社会局的社会处的工作同仁。首先是副处长陈家富，我们救助科科长王鹏，我们福利科科长杨玉如，我们妇幼科科长方雅丽，我们行政科科长陈秀凤，我们劳资科科长杨义华，我们社工科科长林慧如，我们的专员李国新。那请各位议员翻到43页哈，我们社会福利的部分分为六大项目。首先在社会福利第一项目，社会福利的部分，老人关怀及安全保障的部分。那在老人关怀通报保护案件是40件，我们保护安置了17个人，我们提供了访视服务、救养安置等等的福利服务。另外一部分是紧急救援连线，我们共服务了134人。还有第三项是中低老人装置假牙的补助，以及独居以及高风险关怀老人服务，我们提供了访视关怀、电话问安、服务连结以及福利宣导等支持性的补充性的服务，总共服务了281个人。在第二个项目部分，老人居家以及社区照顾服务，办理了居家服务，提供失能老人身体照顾以及家务协助等居家服务，计1013名，拨付了1982万8510元整。另外的部分，我们办理了餐食服务，提供独居老人以及身心障碍的送餐到府服务，总共有617人，拨付新台币482万5516元，以及长期照顾的交通服务接送的部分，提供就医以及使用各项长期照顾服务的交通接送服务，服务的5621个人次。在第三项老人机构照顾服务的部分，我们跟县内的老人福利机构以及卫生福利部的东区老人之家等共13个单位签订合约，我们收容了112人，
使用经费是新台币3693362元。另外部分我们办理的传爱达人的计划，老人及身心障碍者公费安置的个案的关怀访视，我们到我们本县25家身障以及老人机构进行关怀慰问以及自赠生活物资，总共呢我们约434人受益，关怀人次是794人次。另外部分为了鼓励老人长者呢多走出户外，增加他的人际互动呢，我们办理了健全老人的友善环境的设施社会参与的服务，我们补助他的设施设备以及办理老人福利服务活动。另外部分就是设置的关怀服务据点以及长青大学。那针对县内的长者呢，我们办理了语言班、记忆班、电脑班、健康休闲等课程，全县呢是56班。另外部分针对老人社会参与以及福利宣导的部分，办理的老人及身心障碍者免费乘车，提供呢县内的公车不限趟次的搭乘，以及台铁、北高等优惠的补助。另外一部分办理的社会福利市集，我们汇集的义检、按摩、医疗保健、福利咨询等多元的服务，到乡镇市社区呢，共办理的6场次。第三项部分是有关我们到偏远关怀服务的部分，阳光守护大地的计划，我们结合在地资源，到秀林乡、万荣、丰滨以及卓溪等4个偏乡社区办理多元福利的宣导，推动心智健康的预防、共餐等多元服务，共办理的3场次。在第六项的部分，身心障碍权益保障以及个别化的服务的部分，我们本县拟有身心障碍手册者，既有26004人，身心障碍的类别总共有16大项。在第七项的部分呢，身心障碍的经济安全的部分，我们办理的身心障碍者辅具的补助总共有476人，以及身心障碍者日间以及住宿式的照顾费用的补助1137人。在第三项部分，重度照顾需求与身心障碍者照顾服务的部分，我们协助合并多重疾病需要重度医疗耗材以及养护之弱势老人以及身心障碍者，我们补助他的医护耗材以及照顾相关的费用，总共是135人，以及身心障碍者房屋租金补助是170户次。那第八项的部分，有关身心障碍者的个人照顾服务的部分呢，身心障碍者照顾服务的部分，我们主要是办理的身心障碍者的居家服务以及社区照顾服务，还有身心障碍者福利机构的管理、富康巴士、手椅服务等福利服务的措施，以及身心障碍的生活重建、自立生活支持等7大项的福利服务。在第九项，身心障碍者家庭照顾以及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提供呢身心障碍的家庭临时以及短期的照顾服务，总共服务了36人，以及身心障碍的家庭关怀访视，我们结合了县内的福利公益团体呢，我们到宅的关怀访视以及福利的转介，总共有2241人次。在第三项的部分，我们也办理了舒压的工作坊、家庭的支持团体等等的，以及读书会、户外活动等26场次。在第二大项的部分是社会救助的部分，我们的花莲县呢，我们办理的全县123款低收入户救助的补助，总共4596户，18332个人。那中低收入户的部分是1393户，人数是3497个人。另外一部分，我们为了关怀低收入户以及弱势族群的生活福利政策，我们发放了123款的低收入户的中秋节慰问金，有2774户。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办理的中秋节以及105年的春节生活物资，计有15000家受益。还有另外一部分是马上关怀，核定的人数是356人，核定金额是422万5000元。还有身心障碍的生活补助，就我们前线呢，身心障碍的生活补助呢，目前受益的是9284人。第六项的部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我们受益人数是1812人，拨付的补助款是8021万6595元。在50页的第9项的部分呢，我们本府呢，我们积极的
推动幸福食物银行的方案，我们结合了各界的资源，我们针对于突然遭逢失业、意外以及疾病等情势呢发生，为了能够立即获得福利的补助，我们提供了短期的生活物资，纾解他的经济压力，建构在地化以及多元化的服务，在受益人次是153户次。在第二项部分，公益彩券予以的部分呢，105年1月、2月的经费总支出是12,026,99,838元整。那我们执行的项目总共是6大项目。在第三项儿童及妇女福利的部分呢，有关于儿童及少年福利服务方案呢，我们是推动了高风险家庭的关怀服务，我们结合了5个民间团体，我们针对本县因为遭逢重大危机的家庭儿童之少年，我们提供了家庭的访视以及关怀心理辅导、课业辅导、幼儿临托等喘息的服务，共计服务271户次。在52月的部分，托育服务以及补助的部分，我们办理了居家服务的服务中心，那并持续呢办理居家服务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管理托育费用的补助，提供县内就业者家庭部分的托育费用的补助，共补助了432人次。另外一部分是父母为就业家庭托育津贴呢，我们共补助了2939人，共核拨了5,233,6271元。在第四项部分，弱势儿童及少年经济的补助的部分呢，我们办理了，弱势儿童经济的补助的部分，我们提供本县遭逢变故或功能不全的弱势家庭儿少生活补助，每人每月是3000元，共计补助了920人次，核定补助268,782元。另外一部分是第三项部分，是办理儿少的生活补助，针对单亲或遭逢变故的儿少呢，也补助了3317人，补助金额4,226,9542元。针对于弱势妇女的经济协作部分呢，我们主要是补助了紧急生活补助以及子女的生活津贴。在第六项的部分，妇女及单亲的福利的部分呢，主要是办理了妇女活动，办理相关的研习训练以及成长课程、心理諮商等活动是40场次，以及办理了单亲家庭的福利服务，针对单亲家庭我们提供了法律咨询、亲子教育、成长教育、培力等课程6场次，以及妇女生育津贴。在第七项的部分呢，我们为了提供县民进变性的服务，我们设置了新秀、中区以及南区的3个区域家庭福利服务中心。那这3个区域家庭服务中心呢，我们主要是提供县民福利的咨询、个别化的家庭服务、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支持性方案。我们共计提供的个案管理的部分是250户的家庭，办理了3梯次的团体课程，以及社区先导19场次等等。在54页第8项的部分，新住民的家庭福利服务的部分呢，我们提供的呢新住民的服务中心呢，提供个案管理是182案，我们多以关怀的专线呢是447个小时，以及心理諮商9个人，团体督导4次。另外，针对新住民的社区服务据点，我们为了提供就近性的服务呢，我们在乡镇市呢设置了7个社区的关怀据点，我们深入社区提供新住民呢服务，总共呢家庭访视是340人次，以及电话访视以及福利服务等。另外一部分，我们办理了新住民的支持服务，办理了提供生活适应辅导、家庭关系的活动，以及多元文化培力训练以及社区关怀访视服务呢，总共是19案次，补助金额是76,500元。在第四项社会工作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工作，我们设置的社工制度呢，我们办理儿童、少年、妇女、身心障碍、老人福利等个案的辅导，由社会工作人员呢24小时轮值处理各类型的保护个案。那另外一部分，为了增加我们社工员的专业技能呢，我们也办理了内部督导以及外聘督导、个案研讨以及教育训练等等呢的训练方案呢，提供能够增加社工员的专业能力。
在第二项家庭暴力、性侵害以及性骚扰防治的部分，那针对于家暴以及性侵害的个案呢，的经济协助呢，我们主要是补助被害人的医疗补助以及心理咨商的费用。另外，在针对于家暴与性侵个案的保护辅助以及相关防治宣导的部分呢，我们是委托的机构呢办理妇女以及未成年子女在遭受家暴或遭受困难的时候，我们提供的紧急的安置与个案访视。我们累计受保护的人数是102人，性侵害庇护安置是8个人。那针对于家暴跟性侵的个案呢，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有提供24小时的含咨询服务、法律辅助以及陪同等等的服务。然后在第五个部分呢，我们针对高危机的个案，我们有办理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呢那个提供重大伤害或致死的案件呢，能够提供一个家庭安全防护网计划。我们结合了警政、社政、教育，我们每个月针对高危机的个案呢，我们是召开跨网络的评估会议，讨论跟与列管高危机的提供它的安全计划跟处遇哈。那105年9月到105年3月，我们总共讨论了621案次，我们持续列管的是367个案件。在57页的第3页的部分，儿童及少年的保护服务的部分呢，主要呢是提供安置寄养的服务。我们跟县内的长光幼院等24间机构签订安置合约，总共安置181个人。另外一部分办理的相关亲子教育的辅导，我们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保障法第102条的规定，针对于那些违反那个儿少法的部分，我们提供了强制性的亲子教育辅导。在第5项社会行政的部分，人民团体的辅导的部分呢，我们总共辅导本县立案的团体到三月为止呢，是1130个团体。那社区发展的部分呢？我们到目前，我们积极辅导社区发展的会务正常化，参与呢本县176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各项的会务以及宣导政策。那另外一部分，请翻到60页的部分，有关于劳工的行政的部分呢，我们推行劳工福利，充实劳工休闲设施哈，我们补助了总工会跟基层工会办理劳工教育呢，计18场。参加人数是3816人次，补助经费是109万9300元。另外部分呢，也补助了他们的第2专场的教育训练呢，14场次。那在第3项的部分，我们推动的我们办理的劳动法令宣导跟落实哈，我们利用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事业单位办理劳工教育机会的时候，我们落实宣导劳动法令，能够强化劳资关系的和谐。在第2项部分，劳资争议的协调案件呢，共计18件，成立呢14件，不成立是4件，成立比例是78%。那劳资争议调解案件呢是130件，那成立的话是93件，不成立是37件，成立的比例是72%。那第4项针对职业训练以及就业辅导的部分，104年度我们获劳动部补助办理。职业训练的部分呢，经费是804万6000元。我们总共办理了水电人才培训班，以及餐饮、烘焙、美发、网络行销与多媒体应用班等，总共是9班。那开训是262人，结训是231人，结训就业率是73%。另外一部分呢，我们针对梅河本县的民众就业跟厂商的征才需求呢，我们办理了就业博览会。我们104年的现场的求职是746人，梅河341人就业，梅河就业率是45.7%。那105年的部分呢，是526人，梅河230人就业，梅河率是43.7%。在以保障劳工退休的权益的部分呢，我们辅导事业单位成立的劳工退休准备金的监督辅导委员会是1383家。在身心障碍者的就业促进的部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就业促进的部分呢，我们
针对劳动部的第四代的身心障碍者定额禁用资讯管理系统，我们审核结果，是本县的义务机关有179家，其中公立106家，私立73家，以及身心障碍他们禁用身心障碍的人数是515人，公立的是379人，私立是136人，实际禁用的部分是563人，总共私立是331人，合计是894个人。另外一部分在外籍管理、外籍劳工以及服务管理的部分呢？外籍劳工查访案件，我们104年9月1号到105年2月29号，我们总共访查了1947件，那违反就业服务法的部分是12件，其他的部分呢，有受理咨询、非劳资争议案件是2261人次等等的数据，请议员们参阅。最后呢，还是我们要感谢议员呢，对我们社会处的业务的支持，以及民间伙伴的参与，以及本处同仁的合作努力下，我们期待呢，我们能够持续规划呢更贴心以及进变的多元的福利措施，使本县的社会福利的体制呢能够更加完善，造福本县更多的县民。以上报告，谢谢。谢谢社会处陈处长的报告。现在请政风处余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政务处议事报告，我想在为正式报告之前，容我先介绍我们本处的工作伙伴。首先第一位是我们本处的副处长卢伟宏先生。副处长他是我们处里面的议会联络人。那第二位是我们行政科的沈倩玲沈科长。接下来是我们查处科的李佩昭李科长。接下来是我们预防科的余竹林余科长。本县的这份工作，在我们县长带领之下，我们展现了清廉效力便民的施政目标。另外，在我们贵会赖议长、张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先进的重视监督下，协助让我们的廉政工作顺利推动。在此特别表示感谢，而且敬请继续给我们指导跟支持。那有关政务处的工作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先进参阅我们书面资料第389页到394页。现在仅就工作重点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摘要向大会做以下的报告，敬请指正。首先是在预防业务部分财产申报县府及所属机关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实质审查，我们都依照规定来核实办理。那对于财产增加一定额度以上，我们会加强抽查，以发现到有无异常增加或者不实申报的情形，确立我们公务员清廉的作为，赢得民众的尊重。那104年度总计，我们有939位申报议员向本处办理财产申报。那本次经按14%的比例公开抽签进行实施审查，以前后年度财产比对。那这样的财产申报实质审查，我们审查的结果，那目前发现的一个就是申报不实的情形需要报请依法复核者。已经有明显减少的情形。那另外，本处及所属政府单位在办理财产申报业务，都是秉着服务的精神，落实说明、咨询及刑事审查，就容易发生疏失的错误太样。我们在分期座谈的时候，也跟申报议员做提醒跟说明，务期在确立我们公职人员清廉作为的同时，也能够维护申报议员的权益。那接下来是有关业务稽核的部分，我们为了检测特定业务是不是有效的运作，发现到问题，那对我们行政运作适时的提供建言。期间我们针对我们县政府合川青衣民宿申办以及各类采购业务，我们都订定了计划，签报核事后来办理稽核，协助机关建构标准透明的程序，提升我们服务的效能。那在廉政平台的部分本处为了建构我们机关跟民众顺畅的沟通平台，发现问题，透过积极的作为解决问题，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达到施政的目的。我们已经订定了一个计划，办理的情形。首先，
我们为了加强工程伦理，建立优质的采购环境，我们会协同廉政署、行政工程会，邀集花莲地区的营造工作、营造厂商以及工程顾问人员，在104年10月13号，我们办理了工程伦理以及防贪策略座谈。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花莲高分检刑大道检察长以及明星大学的一个王华宏教授来进行专题演讲，适时的强化我们工程人员的专业跟职业的一个伦理。那透过沟通讨论啊，解决了业者的疑义，同时建立了一个廉洁的诚信的共识，确保我们公共工程品质。那另外呢，我们也参照我们地方的属性，就我们民众所关心的就业、就养、就医以及生活法律权益等等事项，我们协同专业派到地方的检察署、劳健保局、林管处、就业服务站以及本府的原民、地震、税务、卫生等单位代表，在去年的104年10到11月，分别在吉安、义林、秀林、丰滨、万荣、卓溪等7个乡镇的一个社区部落，向民众来进行简报说明，提供咨询。另外，我们也借由座谈的机会，就民众提问的有关于野溪整治、交通违规取缔、野生动物保护、猎枪管理、土石采取等等问项详细说明，让民众能够知所遵循，维护他合法的权益。那接下来是有关采购兼办的部分。本处据所属政府同仁依照采购法及所长的一个指示，我们办理机关开标、比价、议价、结标以及验收程序的采购兼办，就适时的就不符合程序规范的部分提供资讯，协助机关正确的决定跟验收结算，提升采购的效能啊，防范可能的一个疏失。那统计从去年9月到今年的3月截止，本处及所属政府单位总共办理了470次的一个采购兼办。那在政府法律宣导的部分，为让我们本府及所属机关的同仁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都能够廉洁支持依法行政，那期间我们已经邀请了我们花莲地检署的检察长、主任检察官，就公务员比较容易疏忽的小额申领款项的一个违失情形，办理专案一个研习，让同仁有正确的认知，避免违失。那另外，我们为了增进我们乡镇公所的一个法律同仁的法律常识，那我们也参照地方的业务特性跟需要，发展案例，派员到乡镇公所办理廉政宣导及座谈，就可能的疑义事项，透过直接的沟通，向同仁们说明，务期在提升行政服务效能的同时，也能让我们同仁都有明确的追寻，勇于认识，提升我们为民服务的品质。那在有关廉政汇报的部分，我们商议制定等本府的一个廉政计划，检讨目前工作现况。我们在去年10月，经邀请了专家学者及我们各级处所长召开廉政汇报，针就我们廉政宣导、请求官收、财产申报、利益冲突回避、采购兼办等等，以及就业目标等应注意事项进行报告及提案，以完备我们县政府的一个预防机制，那协助机关建构一个标准的程序，提升效能，让同仁都能够心无旁骛的专心与秉持的为你服务工作。那第二大项是有关政务查处的部分。我们秉持员工是我们组织最大资产这样理念，用主动式服务的一个方式，加强跟同仁联系跟互动，以了解我们机关的一个政务状况，并秉着重点管理的原则，就可能的问题严厉对策，防范为师。那对于生活工作委常的同仁，我们也积极的协同我们各单位主管对同仁都有关怀来落实考核。那对于民众检举、长官交查以及媒体报道，或者我们贵会议员所执行有关公务违反风气事项，我们本着不妄执、不落恶的这样态度深入来了解。那总共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截止，本处计受理检举交查案件有74案。那其中查的结果，涉有刑事责任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者有3案，那涉有刑事责任依规定进行行政处理者有5案，那经原提具体改进以及业务单位参考者有38万，那查核事实澄清结案的有28案。那为了有效处理民众的澄清案件，那我们都促请我们本处的经办同仁要本着同理心，一定要调阅相关资料，针对民众疑义事项要来审慎了解处理，以维护民众合法的权益，那化解可能的疑虑。那为了避免造成疏离我们在函复的时候，我们对称谓、用语等，我们尽量也用简切、简明、易懂的方式来跟民众做沟通，避免可能的误解。
那最后是有关未来努力的方向。那县长，我们县长去建立联盟效能的政府来秩序，在历次的公开场合以及端午晚宴，也明白先是青年执政的一个决心。那这样努力成果，在县市政府的一个施政满意度以及信用城市调查里面，也获得民众的高度肯定。那县长经常提醒我们要落实法律宣导以及预防作为，让同仁都能够有明确的遵循，避免因为错误的认知而违反规定，影响了民众及同仁的权益。那本处及所指中央同仁都能够遵照县长这样指示，努力以赴。期望在我们团队努力之下，让民众同仁相信他的合法权益可以获得有效的保障。那本处虽然人力有限，但是我们是一个纪律严谨的团队哦。那同仁都能以从事政务工作为职业，那未来我们也将结合本府各级处、机关、学校以及民间社团的力量，深入基层推动廉政宣导以及业务联系，让每位公务同仁都能在观念上不愿贪，生活上简单不必贪，务其达到亲民效力便民的施政目标。我今天的报告到这里，敬请各位议员先进多予指教，谢谢。谢谢政风处余处长的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十分钟。喂，黄大哥，这两本我阁无，是两本啊，一本，啊，两本哦，所以给我全哭了，明年末啊，明年。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有没有议员要发言？你不是议员。谢谢我们张副议长哈。其实整个局处里面大概社会处的工作量最大也最辛苦哈。那在这边呢，想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目前花莲县的单亲比例到底有多少？因为现在好像因为离婚率高或者是未婚怀孕的比例很高那因为你单亲的话，他其实遇到生活上面的问题会非常多。其实我最近这一两年，那个选民不案件，就是单亲妈妈她在生活上有问题的时候呢，她就不晓得要如何求助所以她可能资讯的来源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是不是你们用其他的方式呢去通知他们？因为当她一旦遇到生活上的困顿的时候，她就很容易走上这个绝路，甚至带孩子一起。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在花莲县有一点点增高的趋势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社会处？另外，我们的族语的托育课程你们好像没有特别针对族语来开设托育课程。但是托育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原住民家庭非常需要的。但是因为很多都是阿公阿嬷啦，那他去上你们的开设一般的那种课程的时候呢，他其实也不了解你们在上什么，对他们来讲困难度很高，所以他就不能去申请那种就是什么托育居家什么托育津贴那种，有没有？因为你们规定要有去上过课以后才能去申请这样的钱嘛。那所以在部落里面，其实很多的老人家需要这样的课程，或者是大概六十几岁的阿嬷需要这样的课程，但是因为你们的语言的隔阂性造成他们没有办法适应，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上这个课。是不是请你们特别针对族语的部分来做这样的一个相关课程？那还有就是公益财捐基金的部分它的我每一年都在讲它其实有特别针对原住民事项的部分，希望你们提出计划。但是你们的答复都是说，因为在其他的该办事项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原住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在我们的公益基金的财捐的基金的条例里面要特别列出原住民，表示花莲县有这样的需求嘛？那花莲县的族群性的不同、语言性的不同，它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特别列一个这样的一个条款出来希望你们在明年度提出相关计划的时候已经这么多年六年了是不是提出对于原住民的部分特别去提出相关的计划？因为这样的钱你说不去争取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还有就是，因为本县的社工的比例一直都1:100多人这是非常辛苦。那因为族群的关系，我还是要强调，花莲县总共有这么多的原住民，9万多人的原住民，快10万人30几万里面快10万人那我们的社工里面现在有很多那个原住民都是社工系毕业的，是不是特别针对这个有些名额，是不是可以开放给原住民让他们在辅导自己族群的时候，因为文化背景的相同，他的理解、他的同理心会比较强。不然你们用汉人的想法跟汉人的这个思考去辅导的时候呢，它其实落差会非常大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酒精因为酒精或者是毒品中毒的人那这些人他其实存在在社会上面，他不止他对他自己有伤害之外，其实对整个家庭会有很大的伤害。那我们是不是有机制，你们去跟警政单位或卫生单位合作，怎么样辅导这一类的人因为我最近好几个个案他就是喝酒喝太多了嘛，那喝酒喝太多了以后呢，造成他只要喝酒醉，他就要放火烧家里，就造成邻居的困扰跟这个家人的困扰，变成他的家人晚上没办法跟他睡觉，他跑到公园去睡那三更半夜警察要去辅导。那像这样类似这样的家庭，其实个案好像有增多的趋势那我们是不是有跟其他单位来做一个合作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以上，谢谢。黄正副议员，几号？我们秘书长还有我们与会的两个科室的主管各位议员、各位
与会人士，大家好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自学啊，他那个老人之家哈，自费安养中心，他经过这个调整啊，退辅会应该是把早期在这里在那里生活的那个农民哈，都已经跟这个美伦的农民之家合并了嘛哈。那现在它未来的走向是什么？那我们过去县政府的想法是什么？退辅会目前对这个环境的规划是什么？啊，因为其实那个地方过去的环境，我想社会处跟我们都曾经去看过哈，算是环境相当的好哈，然后那个服务员相当的广。在未来这个高龄化社会哈，特别是我们花莲哈，在台湾的高龄化的趋势里面，花莲的高龄的倾向哈，也比其他的县市哈还要来得明显哈。而且我想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长照的需求，应该也是花莲应该走的方向之一。所以我想等一下请这个处长针对这个部分哈，来做一些意见的交换啊。那我们希望这个花莲可以成为台湾长照的一个亮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后苏花改通车之后，我们的这个交通所花费的时间减少啊。那花莲好山好水，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的因应之道啊，我们有更长远的规划，甚至有更这个高的抱负的时候哈，我想长照这样子的产业哈，也可能会是继花莲的农业跟观光之后哈，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啊，这也可以制造较多的花莲的工作机会啊，较多的花莲工作机会。那这个长者哈，银发族在花莲过他们的退休生活，事实上也是他们一个人生一个很好的据点啊。我想这个过去有一些弱势的家庭啊，弱势的家庭他本身是已经是低收入户的弱势的，可是他还是跟他的长辈啊，就是相依生活啊，好像很舍不得他的长辈到机构里面去过日子啊。啊，即使他自己非常困难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跟他的长辈在家里，哈、哦，嗯，这个家也不是真的家，是一个租来的房子，哈、哦，所以相对而言，相依为命的这个背景哦，其实是生活非常的艰苦，哈、哦，还要负担房租等等，是他为什么不让长辈到这个机构式的这个单位，哈、哦，去过这个晚年的生活呢？我想有一部分是基于他对我们的机构式生活的不信任啊，不信任。那也许这是很长期的这个社会文化观念造成的一个限制啊。那但是也凸显了，就是说，哎，花莲并没有让外界感受到说，它是一个在长照方面，它是在安养方面，它是在护理方面哈、啊，是一个特别啊，让人家觉得新鲜的一个县份，或者是说一个机。这个场所的县份哈，那我想请社会处这边哈，除了说明一下这个我们自学的这个园区的这个未来的走向之外哈，同时也期勉你们哈，可以像许多国家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圣地哈，比如说像迈阿密啊，或是像日本的一些在养老方面哈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哈，我们花莲也争取成为那样子的一个县份哈、啊，让地方的这个各方面的需求哈、啊，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汇集。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自己要尝试着去编列预算哈、啊，去沟通县府的其他的单位哈、啊，到外国的这个长照优秀的地方哈、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也许你们在花莲的服务哈，非常的繁重哈，也许不容易产生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但是我在这里哈，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远一点哈，你们自己去规划哈，你们自己去规划，自己运用你们自己的专业社工
等等哈，去找出一些点哈，到国外去看哈，让这些新的观念在陈处长哈你的这个领导之下哈，能够使长照哈在花莲哈有一个不同的面貌哈，让我们花莲在台湾哈，在台湾甚至放眼到周边的国家，我们都会是退休的很好的一个理想的地方哈，在这里做这样的意见交换，谢谢。郑乾隆议员，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哈。那首先我要提的就是说，我们社会处的哈，那刚好早上哈，我有收到一个简讯，然后那里面简讯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就是说他叫黄慧仪哈。他是住花莲县吉安乡庆丰村庆南二街34号，他内容是写，感谢你及我们社会处救助科的王科长热心积极的协助啊，帮他争取各机关的补助，让我可以先缴国民年金的贷款哦，还有现在低收入申请也通过了，也可以减轻啊他的负担，再次的由衷的感谢你们。那本期借的这个个案齁，其实我收到这个减轻的时候，我也忘了这个个案的时间了齁。那我回想一下，这个是在我们今年过年后，就是我们基隆市议会的一个议员的一个服务处那转过来的一个服务案件了齁。那当然地方有需要，我就去协助嘛吼。那当事人他找我的时候，他蛮年轻的吼，才30几岁，因为过年后跟他的老公吼回到基隆，那可能当时的气候比较寒冷，因而猝死吼，很年轻了吼。那可能就是透过基隆市议会议员转过来，那第一时间当然这个人我不认识，可是既然他有需要，我就请我们社会处救助科我们王科长来协助。那从第一次跟王科长接触，陆续一次两次，那感觉到吼我们社会处救助科的王科长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认真。那所以今天他传这个简讯给我，那也借着大会吼来跟我们啊辛苦的我们吉处长还有我们啊王科长吼跟他致谢了吼。那刚才议员又提到吼，我们花莲慢慢的进入啊人口老化吼，可能比例越来越高。那可能我们要未雨绸缪，就是说我们在老人福利的部分，还有说我们啊年轻小朋友的部分吼，我们可能都要加重的吼，来先以规划，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尤其我们花莲吼。啊，财政那么拮据哈，啊，很多我们的子女都到外地哈，啊，去工作，那留在家乡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哈，那我们公务部门在这一方面哈，那可能就是要切实落实哈，来照顾我们的老人家哈。那借这个机会哈，跟我们社会处来勉励，也跟你们致谢哈，希望我们共同哈，为我们啊花莲的老人家哈，以弱势团体哈，多跟他们关心一点哈。那以上是啊个人的一个说明，谢谢。有没有议员要发言？那我们先请社会处陈处长，上台针对议员的问题回答。张副议长，各位议员李四先生，大家好哈。那有关于低部市议员在关心的部分哈，那个单亲的比例哈，我们目前单亲人口数是我们用照该年度人口数2%来推估哈，依户政报表的部分是4736人哈。那未来怎么样在积极连结的，让那个单亲的妇女能够了解我们那个妇女的福利资源的部分，我们再来广为宣导，然后再来努力哈。那有关于那个办理那个托育的
支援的部分，托育人员部分是不是增加主语的部分哈？那我们在内部在研议，它是不是增加主语的志工服务，或者是那个主语的相关的课程的部分，我们也再来努力。然后在公益彩券的部分，我们是各项福利别里头，我们其实都已经包含原住民了。但是在103年、104年左右，我们有请原民处有提供的一项计划，我们就跟原民处谈，如果他要办理社会福利的部分，也可以运用公益彩券的基金的盈余的经费来支援。那原民处他有提一个原乡的家暴反报的一个计划，也有100多万，因为另外部分也有补助人力哈，来协助那个原住民服务处的业务哈。然后我们的社工的部分呢，我们目前呢也的社工比例在各个原住民乡里头都有家护中心是原住民，那我们处里头我们运用的那个什么任用的社工员的部分呢，我们也都是如果是在像我们三个区域服务中心，我们其实都是以原民乡原住民的比例还蛮高，我们陆续都有增加哈，原住民的那个社工哈。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药酒瘾的部分哈，现在那个卫生局它是有毒防中心，它其实是结合了警政教育、卫政、社政哈，我们会针对毒瘾的个案哈，提供卫政的社会资源，还有人身安全，还有宣导防治等等的服务方案。那药酒瘾的部分，我想不只是我们社会处哈，应该是整个网络里头，不管社政或者是卫政哈，或者是警政哈，我们各个单位网络里头，我们再一并来合作哈。然后另外一部分针对于那个黄正富议员有提到的自学安养中心的部分哈，自学安养中心我们在去年度开始，我们有申请国有财产局的申请拨用，我们已经闻到国有财产局了。那因为有22笔土地哈违反都市计划法，所以他没有办法让我们拨用，他必须要等到办理四地重划以后才可以办理拨用哈。背后我也可以提供相关的那些公文的部分给黄议员这边了解哈。那另外一部分，我们是不是再来努力怎么样设置哈银发养老的一个理想的安养的地方的部分哈？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加强，或者再来看看怎么样去做得更好的部分哈。然后，狄博士议员，那个处长哈，其实那个黄正富议员跟我的看法是相当哦，就是说长照的部分，你们在花东基金的里面的计划哈，有没有特别针对未来，尤其是520之后，蔡总统他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是有关于长照的政策。那花莲县真的是得天独厚，不然不只是这个天然环境非常好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医疗院所。那你是不是提出一个比较具体可行的一个大一点的计划啊？县长不是喜欢大的计划嘛？你就是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计划哈，让它能够有像什么养生村的计划啊，或者是什么养老村的计划啊，什么样的计划？你提出这样的计划哈，我相信你提出这样的计划之后呢，未来花东基金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呢，这样的计划是很容易被看见的啊，而且这个是对花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啊。像很多，我举个例子啊，加拿大人最喜欢去哪里养老，你知道吗？佛罗里达州。为什么？因为佛罗里达天气非常的好，对他们来讲，因为北方比较冷嘛。那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几乎是老人在街上走哦，他可能一餐只要3块美金而已啊，跟其他的地方比起来算是很便宜的。而且他们很奇怪，他们就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类似 center， 就是那种老人中心，到处去那种老人中心。我如果去那边住，那个地方住，我不仅租金比较便宜，然后呢，我有好多的老人中心可以让他们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在提计划的时候，应该配合重要的政策嘛。所以你们是不是做一个长远性的思考，提出类似的计划啊？不要只是说我只要一些这个什么运输车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补助，那个小的补助。那我想很多议员会这样给你们建议啦，哈。以上，谢谢。好，谢谢狄博士议员哈。那因为在机构型的部分，因为中央的政策里头，我们现在还没有比较大的机构部分哈，因为安养的部分又涉及到土地的取得，在还没有办法取得适当的土地来做一些安养的部分呢，我们目前其实是针对于家托或社区型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建置哈。那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建置了一个，我们在那个民权路那边，我们现在是在5月份会开幕一个失智者团体家屋的部分哈，我们就是类似，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比较
强调是在地的化社区型的，也不中央政策也不见得一定要在整个机构型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话比较偏向失能老人部分的照顾啊，这个部分，那未来那个议员的建议的部分，我们会再纳入来考量，我们再来努力，然后再看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还可以建置更好的一个那个让老人可以花莲县适合退休老人安养的地方，我们再来努力。还有没有议员要补充意见？好，处长请回。那上午的会议结束哈，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后天例假休息。4月25日星期一上午9点进行县府原民处、财政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Thank you.